什么？记不了你，我没有记住啊。一直假我一直假装，故意的啦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王若娟。王若娟，不是王，王若谦，王若谦，若谦吗？哈，对不对？对，若谦。什么？记不了你，我没有记住啊。若谦，王若谦，不是王若娟，王若谦，王若。我一直假装，故意的啦。你第一次叫王若谦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你看哥哥很可爱哈。你想要多短？一点点。再考我一次哦，你是不是老三？对对，王若谦。哎，好好好，都记得了。你看，你看姐姐头发是超级长。我就是吃很多菜菜，她从公主变皇后呢，哦，很厉害哦。当皇后，哦，真的假的？永远的公主。好，哎，这边。你的什么？哎，你的玩具哦，哦，这边呢。你们要不要把玩具先放在包包里面？这样，来。你听得懂吗？你是说变这样吗？打开，可以，它可以打开。你不要了，你很厉害。因为我之前在那个素食店上班呢、啊，然后之后我是那个款待大使，就是专门带活动的，然后就知道大概要怎么应对。还帮你擦嘴巴哦，其实就是真心跟他们说话，对，他们就听了。你要带回家吗？还是你要还给那个？很吵的那个姐姐，你会不会帮女儿绑头发？我会，她还跟妈妈炫耀。那怎么绑马尾啊？爸爸绑得好乱。这个也，妈妈跟那个很吵的那个姐姐在一个小房间里面。对啊，他们在过关卡啦。嗯，他们在打游戏。妈妈，我要去看。老婆，这得贵呀，得塞啦，得贵呀！我刚才是在考验他。你们外面快结束了吗？差不多了。好漂亮。你要不要？应该不要。要贴纸，我有贴纸。小贴纸，你喜欢哪一个？选一个。你有选的困难吧？红色的小，那你想放在哪一只手上？爸爸会不会绑头发？会啊，爸爸在绑头发。是蒙伊的。你蒙装头发。爸爸会不会绑头发？绑的好看吗？好乱，好乱哦。你是叫什么名字？王若弟啊，你最小的吗？你是老四对不对？那你今天想要剪什么发型？你要长头发。那你刘海是不是有点遮到眼睛？要不要剪短一点点，好不好？剪短一点点就看得到漂亮的眼睛了，对不对？你想要，那你就后面就不要剪了，对不对？你要剪吗？不要。你要绑辫子，对不对？差一点点就忘记了。哥哥帮你剪刘海咯。妹妹，你看这边有没有？好，谢谢你。想看我们开店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吗？赶快来追踪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别忘记开启小铃铛哦。